下毒拿。第二种，你可以想象平分，哎，都走到这里的感觉，应该平分，大家应该会皆大欢喜。日后好相见，一定要平分的，真的哦。OK， 我基本上没有那个脸写毒拿，哎，我看这边，看这边啊。今天以我这样的表现，我就算我心中所想，我也要做做形象。一、二、